欢迎回到 Kingdom Rush Frontiers 的世界，我是某 A， 我们开始第九关战役模式的旅程吧。在前往马克瓦尔可城的路上，丛林变得越来越危险。这座由根区、树木和藤蔓组成的盘根错节的迷宫似乎从未感受过阳光的温暖，某种更加黑暗的东西就潜伏在这茂密的雨林中。人们有种感觉，仿佛在被某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追赶着，甚至连我们征召的亡灵法师也感到不安。然而，对抗魔王马拉加尔的计划只是催促着我们尽快阻止他。本作我认为最有用的单位出现了，四级魔法院的亡灵塔。首先，在亡灵塔的攻击范围内死去的敌人会被召唤起来，变成帮助我们的骷髅战士。然后，亡灵塔可以升级的两个技能分别是瘟疫和召唤亡灵骑士。瘟疫是像地震塔的熔炉攻击一样，召唤一片瘟疫云，持续四秒，每秒给敌人造成20的伤害。召唤亡灵骑士当然就是召唤一个地面单位帮助我们守卫。第四波又是空中部队，得建魔法院了。不过增援部队升级了弓箭之后，防守空中部队的压力其实已经小很多了。
第九波的蜜蜂部队有四个二级的魔法院的话，问题就不是很大了。第十一波末尾和第十二波开始有大金刚了，需要注意下操作。另外，主要是视频是以前录的，如果以现在的眼光看的话，升级下地震塔的钻头技能的话，相信效果会很不错的。
OK， 到这里三星通关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这关有种让玩家学习和熟悉下亡灵塔及其与其他建筑配合的感觉。前十一波每波都不是很陡，好让玩家一点一点把钱攒起来，想想该怎么升级建筑的好。第十二波难度稍稍陡高了一下，不过过了之后就好了，主要也是第十二波的大金刚送金币送的有点多。过了十二波后，在高火力下，后面的大金刚只是送金币而已了。总之，这关感觉难度不算高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关再见。